惊心动魄的。我承认确实很吓人。防守方除了机枪哥还有谁？谁有机枪？没有了。斜眼，斜眼，斜眼不太会玩。斜眼，斜眼的技能，为什么非得玩机枪呢？斜眼的技能限制了他机枪，他发挥机枪的能力。扯淡！我他妈斜眼基本从来没拿技能电死过人。就在那当个防弹摄像头是吧？炸到了，炸多少？还好。你们把墙蹲下来了，这个。マガジンを交換。这边封上吧，这边蓝图封上。然后我再想想，我这个往哪放？是你们这个是不想站了吗？我很好奇，我觉得封一堵吧，封发靠右那堵封上。左边还能转点，把右靠右封上。还有什么人？有人挂绳。火箭。爆弹が敵部隊に発見された。哎，マガジンを交換。真敢跟大狙对。